的是屏东三军的联训基地，这个星期要进行了联勇操演。那么陆战队的展现了夜间的训练项目，也点亮了恒春夜空。画面中可以看到啊，照明弹是画亮了基地的山区夜空，现场炮声隆隆，场景是相当震撼。那么根据了解，这个涉及的通告呢，是今天晚上除了步枪、狙击枪，还有各式的机枪之外，还有幺洞五战车炮、幺两洞的破炮跟标枪、飞弹等武器装备，强化了官兵作战能力。接下来几天也都有各式的兵器轮番登场进行演训，也展现了国军扎实的训练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